我女朋友的闺蜜介绍认识的，至今交往两年了。这个闺蜜不知道是我脱单路上的贵人，还是我感情路上的绊脚石。两年来，我们之间充满了各种猜忌和不信任。我跟她在一起，每天就像哄孩子，感觉很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王先生24岁，来自甘肃，学生，有请。李女士25岁，来自甘肃，学生，有请。欢迎两位哈，是本科即将毕业还是硕士在读啊？本科刚毕业。本科刚毕业。对。我本科大四现在。是一个学校吗？嗯，不是。啊，咋认识的？是我闺蜜介绍的。谁追的谁？我追的。喜欢啊？啊，对。谈了多久？两年多了。下一步的打算是？先完成学业吧。你不都毕业了吗？我毕业了，我想今年考研，然后我俩结婚，找个工作。先把这些矛盾解决了吧，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个两年多来也产生了很多矛盾。男生说你想多了，啊，能不能走到那天还不一定呢，因为有很多的冲突，是吧？嗯。都有哪些矛盾啊？说来给老师们听听。他大学期间业余时间做一下人力资源，当时他就结交了很多女代理，嗯，然后他就为了维系他们的关系，他时不时的请女代理们吃饭喝酒，一喝就喝到通宵，他还要送他们回家，基本上每次回家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间了。因为我干这个东西都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得通过了解对方去完成更好的合作。不是，你了解对方干嘛呀？比如他在哪个学校嘛，然后我要去通过他然后去深挖这个学校的资源，这些然后请他吃饭，这些我觉得是理所应当的呀。为了合作偶尔吃个饭可以，但是没必要他整个通宵去喝酒，因为他有女朋友，而且那些是女代理，我就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但是这里面也不止一个我一个男生，对吧？也有好多公司里面的同事，大家都一起，对吧？工作本来就已经很晚了，然后大家说起兴去喝个酒。更可气的是，有些女生她确实不管别人有没有男女朋友，他也就不管那些事儿，反正他们自己喝完酒也叫我男朋友接他们回家，然后我男朋友他也去接。但是这个我觉得因为送到嘛，然后就送人家回家，但是我真的又没有发生啥，而且我们仅此与朋友的方式去，顶多是合作好吗？还有他跟他的那些女代理们聊天，反正那些女生也是嗲里嗲气的，我就听不惯，我觉得而且发了一些表情包，我就觉得贼恶心，我就。哎，发什么表情包？就那种什么嗲法呀？学一下。亲爱的，咋了？你能来接我一下吗？就那种有配图嘛，不是？对呀，这就奇怪了。你们又不在一起，你为什么要接呢？这个解释不通嘛。好，行，这件事我明白了，叫，以工作之名，在你的眼里行暧昧之事，啊，但是男生说我没有行暧昧之事，我就是正常的工作，对吧？对。这是第一个矛盾点，还有吗？还有上次我们寒假那会儿，我俩刚放假，然后我俩在一起，嗯，当时我就拿着他的手机去刷抖音，然后我刷到他给他前女友关注了，然后点了赞，我就当时就觉得他是不是跟他前女友还有联系，然后没有告诉我，然后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把他手机直接摔地上了。两年了，难道你不清楚吗？就是我跟他就没有任何联系，那个刷抖音有可能会推荐的熟悉之人，对吧？对，是可以给你推荐，但是你关注这个事儿，如果你不特意去关注他，我怎么知道呢，对吧？然后当时他们互关了是吧？他关注了他前女友，但他前女友没有关注他。没有。哦，还关注你了？那是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就问你，你跟你前女友有没有互关？互关，两个都互关了。还互关了？你看。你都没发现互关就把手机摔了是吧？对，所以我当时特别生气，之后我就把他手机摔了，然后他把我就这样推了一把，然后我就当时就受不了，然后他直接给我一巴掌。所以女生是在意他关注了他的前女友的抖音号，还是在意摔了他的手机之后他愤怒地推了你一把？最在意的是他关注了前女友，然后其次是他推了我。行，这个重要顺序已经排过了。不仅这一件事，就有好多。就有一次我们两个去做那个兼职嘛，因为我们在一个生产线上做兼职，嗯，一个生产线上本来有那些女同事，平常工作或者业余我们会说说 K
开玩笑。有一次就是中午休息，我没去找他，因为我还有点工作没完成，然后我跟那个女同事，我们两个边说笑边工作，然后他过来拿着水果来看我，结果看到我们两个在说笑嘛，他直接把水果扔到我脸上还有身上，导致人家那个生产机器，第一是生产机器坏了，第二是那么大庭广众之下，我丝毫没有面子。我每次休息时间我过去找你的时候，你都是这样。你当时看到什么了？你要把这个水果摔出去。我当时看到他就他用手把那女生，然后他就反正就是动人家这样，然后他们虽然是在聊天，但是他动人家，我就觉得我有动吗？我们两个就互相对吧，我不止一次看见这样，你每次都这样。你看到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互相对吧，然后因为那个有时候不是你们互相哪个吧，没听明白，就是我跟那个女同事嘛，啊，就开玩笑的时候人家可能就随意碰到我的肢体这些或者对吧，他看到之后，而且不止一次啊，我因为我们在生产线，我就在他的旁边，我上班的时候我也能看到他们在聊天。你可以跟我私下对吧，私下你可以拉我过去咱们两个解决对吧，你可以为何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样的，而且就因为这种事情你直接被人家老板直接炒了鱿鱼对吧，至于吗？我当时就觉得大不了炒了就炒了，反正我也豁出去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就特别生气。按你的说法你男朋友算惯犯是吧，一贯性的在生产线上跟这个女同事调笑是吧，对，而且动手动脚是吧，对。还有就有一次我们两个在街上逛街嘛，当时他手机我拿着嘛，然后就微信响了，有一个男生嘛给他发消息说你在哪呢，然后我当时说问他我这是谁，他说就一个同学，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嘛，打过去之后他听到我声音直接挂了，我说你说不说到底是谁，他说就一个同学呀，然后我就直接走了嘛。我就觉得单纯的是同学，所以我就没必要再跟他多解释，反正是单纯的同学嘛，难道真的他为啥要问你在哪了？他可能是刚好有事找我。有事你可以打电话过去问一下有啥事呀，对吧？我当时对呀、啊，我当时所以让你打，但他人家挂掉了，不关我事呀。你就直接说出来，何必呢？不是，我特好奇，为什么你要去打这个电话呢？他就当时觉得别人问我你在哪，就感觉像是我跟那个男的提前约好了，然后人家直接问了一句你在哪，所以他当时生气，他就把那个电话打过去，然后我跟他解释他不听。然后我还拉他，他就把我一把甩开，然后我当时也反正就特别生气，我就也再没管别的，我就跑到马路中间，我就直接往车上跑，然后差点撞到人家车。你往车上跑？对，当时我因为他，我就觉得他不信任我，我就特别想不通。因为这也是他车差点往中间跑嘛，然后我就冲过去抱住他，然后因为要那个惯性嘛，然后我们两个都同时跌倒，然后互相都腿上都受伤了。哎呀，您的脾气真大啊，摔手机砸苹果那就算了呗，干嘛还自己往车上撞呢？您这恋爱谈的还是别谈了吧，你谈这恋爱干嘛？对，他每次吵架就根本不顾后果。我们是我闺蜜介绍认识的、嗯、然后我闺蜜跟他是高中同学，嗯，他们一起玩了三年，就对彼此的兴趣爱好啥的，而且因为比我认识的早，所以也比我熟悉。那会儿我跟他谈了两年时间嘛，然后那会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俩总是有说有笑，我们三个一起聚个会吃个饭啥的，他们俩就聊得特别起劲，然后我每天都插不上话，还有他们每天就微信上聊天，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既然都那么熟悉，为啥还有那么多聊的。这个我就觉得更可笑了，咱们两个认识是通过你闺蜜认识的，因为我们两个高中三年本来就是同学啊，我们当时啊因为认识三年了，我们因为就是基本上就是以哥们去相处，我们根本就对吧，没有任何跟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隐瞒好吗，因为我们两个可能会聊到那些高中我们曾经老师同学可能有啥有趣的事情，我们会聊一下。这个三年的事情就聊不完吗？那么多吗？我们三个在一起，如果说你不叫你闺蜜没事呀、啊、我也可以啊对吧，但是你每次非得叫你闺蜜对吧，我叫她是你跟她聊得起劲的理由吗？你把这恋爱谈得还挺有意思啊，也不分手，就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就真的很常见，就常见。还有一次就是因为还有一次呢，异地嘛，不是他在莱州上学嘛，然后我们两个 QQ 是互关的，我能看到他的 QQ 发消息，就有一个他的男同桌还是男同学，反正他们是老乡，就常以方言交流嘛，然后每天就发消息说吃饭了没，然后要不咱们一起去吃，就这种事
特别常见。我就当时脑袋里涌现出一个想法，就直接感觉没啥意思，就直接封吧。然后当时我就直接把他拉黑了嘛，也没有跟他解释，就直接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删除了，就直接当时。既然 QQ 是关联的，我能让他看到，我就肯定是。而且我每次跟他提，我不管跟我那个同学去吃饭还是干啥，我都是提前跟他告知他的，我提前跟他说了。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单纯的同学关系，我没必要就跟他解释太多，我就觉得他相信我，我就没必要去解释这些东西。没必要去解释。而且 QQ 是关联的，他也能看到我们彼此发的消息。所以他在生产线上的时候，他就在想，你看我们都在生产线，我在你眼皮子底下，我开两句玩笑又有啥呢？你不是也很愤怒吗？对呀、啊。你可以换位去思考一下。别对呀，还换位思考。但是我真的就没有。但是这是一点，但是他当时直接把我拉黑了，他直接人走了，我直接联系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咱们可以提前说清楚的。还有一件事，最让我气愤的就是，有一次嘛，因为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会谈一些人力资源那些老板这些，我们有一次谈业务，我出去跟那些，然后当时我谈完之后。他打电话说要不去吃个饭，然后我出去之后刚好碰见他了，他就在那个地方。我当时想不通，我说啊，这么大地方你怎么就碰巧在这样了？然后当时就脑子想了一下，然后后面嘛有一次他打电话扣我说要出去游玩，然后我当时不想去出去，我就撒谎了，当时我就是撒谎了，我说我现在在朋友家，不方便出去，你先去吧。然后人家就直接生气了，就说你在家里面，然后给我撒谎说你在朋友家。对呀、啊，你明明在家里面，你不想去，你可以直接说啊。你为啥说你在朋友家里边？我当时就更奇怪了。我说你咋知道我在家里面了，是吧？就偶尔有一次我翻手机就看到了，他手机里面给我安装了一个追踪定位系统。那是因为你每次都不告诉我你去哪儿。你这样有意思吗？搞得我跟个一个北板一样，对吧？我所有的隐私这些都没有任何的保护。但是又是你。咱们这样，每次你去哪儿，你都提前告诉我，我也不会这样啊。所以，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男生今天恐怕是来分手的吧，不是来解决矛盾的吧？我觉得你就坦诚的说嘛，你要跟他分手嘛，你不敢说嘛，你怕他极端嘛，是还是不是嘛？说实话，两年内有很多矛盾，而且有时候他。对我也确实是无微不至，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些所谓的无微不至和你所谓的心里有点好，你们两年这么折腾下来还剩多少？不多了，反正。对啊，你不是今天来分手吗？你就不敢说吗？你让我们当枪使吗？对吧？我们可以给你当枪啊，你得让我们当得明白啊，你是不是要分手？如果说，别如果说他改不了，都知道你后面那词儿了。来，分吧，允许他离开吗？说实话，不允许。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东西了，我觉得我是有所有权的，对吧？我觉得要甩也是我甩你，你敢甩我，我肯定要奔车而去，是这意思。有意思吗？你觉得他还爱你吗？你觉得他还爱你吗？我觉得他爱。他那么爱你，他为什么总喜欢跟那些所谓的同事出去玩和喝酒？他那么爱你，为什么在公休的时候他不跟你在一条生产线上面聊天调笑，而是跟那些其他的工友在一起聊天？没想过哈、所以看出来了，男生是在现实里分不了这个手，不敢分，怕被极端化了，所以来了这儿，不接受是吧？不接受分手是吧？得嘞，今天你们四位有烫手的山芋了啊，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此刻是理性的吗？是清醒的吗？清醒的。那我就放心了，你一定要清醒，一定要理性。他和你之间真的不合适，这个男生是不是一种自来熟的那个男生？他和异性很容易打成一片，对吧？对。你有危机感吗？
当然有啊，因为恋爱中的男女很显然和异性是要有边界感的，但这位男生边界意识是不强的，他此刻的犹豫是自己改不了和异性的这种边界感，他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了，明白吗？因为他遭遇的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女友，你看稍不顺不仅是摔东西啊，而抽耳光啊，在大庭广众东西说摔又摔了，男人是最要面子的。我认为你们这段爱真的不能再维系了，他的没有边界感对你来说是破了底线的，你接受不了，你的极端强势他接受不了，他和你之间真的不合适。谢谢伯鸿兄啊。来叶文老师，有时候我们说两个人不能在一块儿吧，咱说不合适未必是两个人都不好，只是他们不合适。但是你们这段关系啊，我必须得说一句，我个人认为你俩都不好，在恋爱当中表现都不好。我有时候也奇怪，为什么两个人明明不合适，你俩这关系处得这么扭曲，两个人非得要赠着命的在一块儿呢？首先第一，我要说小伙啊，你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你做什么，往好听点说人力资源，你问没问过，请教没请教过前辈，谁做人力资源要做好，用你那种方式来维系工作关系，这是职场上的正常操作吗？你告诉我。还有就是在工作场合跟自己的女同事他有这个打打闹闹，别的我就不说了，就这么花，你就跟个狗皮膏药似的，你贴着你就揭不开了。你们都是有男女朋友的人了，男女朋友对你们没有那么大吸引力，没那么大吸引力处什么劲儿啊？怎么都觉得关系之外的异性更有意思啊？你会跟老乡更多的啊这个唠生活起居啊，今天怎么样，起床了没有，哪来那么多话，有话不能跟他说吗？还有你跟女同事也好，女客户也好，打成一片嘻嘻哈哈，女朋友你反而得躲着，我就不明白你们俩处个什么劲儿。其实谈恋爱真正的我觉得它的好处就在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又都很自由，我们来去自如，维系我们的是我们之间的情感。如果情感没有了，谁是谁的谁呢？好好想想妹子，是不是？谢谢叶文老师。山达老师，有人说呀，说这个女人一旦开始谈恋爱就突然变成了福尔摩斯，但是我一直觉得谈恋爱这件事儿，它不是抓小偷。在我的感觉当中，你们两个人的这段恋爱就一直在抓小偷，没干别的事儿，也没谈，也没恋，也没爱。反正女方去找男方的证据，男方去找女方的证据，你俩这就是奔着分手的一个过程啊。请问你装了那个定位软件，发现他有蛛丝马迹之后，你要干什么？请问你发现他跟他的前女友联系，你要干什么？请问你发现他跟你的闺蜜在一起有说有笑，你又要干什么？你把自己的男朋友预设成一个小偷，你把自己的男朋友预设成一个渣男，你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为的就是去找证明这个人是一个渣男的证据，这是在谈恋爱吗？这是爱吗？你如果认定你的男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那你要么然你就接受，要么然你转身就走。你想要去修理他，想要治理他，想要把他掰成你想要的那个男人是不可能的。他心里惦记着前女友放不下，你骂他两句跟他闹一闹，他心里就放下了吗？我告诉你，他会更加怀念前女友。他跟女代理们天天出去喝酒，喝到凌晨，还早晨起来吃个早点，你跟他闹一闹，跟他作一作，他就能不去跟那些女代理了吗？我告诉你不会，他只会做的滴水不漏，下次不让你发现而已。安全感是需要通过他的宗宗渐渐的事情来给你解决的话，那你这辈子都不会找到一个男人能够给你带来安全感。
我们一直说女人的安全感要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自己给自己的底气。这个底气就是我有一天我有能力说走就走，因为我对自己足够的自信。所以综上所述，在恋爱当中，女人要给对方足够的空间和信任，那么男人要做的就是珍惜这些空间和信任，但前提是相爱。你们两个人没有就算了，谢谢。谢谢肖大老师。米娜老师，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无中生有，这不就是你的恋爱的整个的主题吗？就因为太闲了没事，而且恋爱过了一个最高浓度的甜蜜期了，无聊。这么无聊干嘛呢？折腾点事儿啊。我如果不去采取一点福尔摩斯的推理，我的恋爱将如一潭死水，那多无趣。所以我就是没事儿，我也得往他头上就是扣点事儿啊。我要不发点脾气的话，我的这个恋爱多无趣。我就要靠发脾气和制造一点波折来使我感觉心在跳动，仿佛我还在爱着。这不就是这一段恋爱的主要原因吗？姑娘要是把你自己就是没事制造这些事端的能力放在考研上，你今年保证过。你过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接下来的人生还大有追求，好多师哥比他长得撑头，而且师哥不送履带礼。那个时候你再说我打死不分手算了吧，我先打死把课业研究好，然后跟男生说你努力哦，考上研了以后我们再说哦。所以谈什么未来，谈什么以后，谈什么我们俩分不开，哪有那么多的憋屈，哪有你分不掉的手。小伙子，我现在说你呢，自己装得可可怜怜的，然后好像女朋友把你弄得只要分手你就会遭遇什么不测似的，不存在，不可能。因为你和你女朋友是一样的人，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无理取闹，就像你同样会拉黑他的 QQ 是一样。你难道不知道他跟那男的聊什么呀？天天都看着的，看着的也要删除，为什么？就为了震慑一下他，为了捏一捏自己的心，让自己体会一下吃醋的感觉，培养一点假想敌，要不然一个人读书太无趣了，对吧？假如你们都忙得要死，又是学生会喽，又是考研喽，又是忙着准备面试喽，又是忙着搞答辩写论文了，你们哪来这么多时间互相抓这个抓那个，扔苹果的，砸手机的，刷抖音的，就是无聊的两个年轻人，你们爱分不分随便。谢谢米娜老师。你们这是生活吗？谁干一个什么事儿在职场里靠是靠喝酒的？没有，电视看多了，人脉这个词儿，电视看多了，短视频看多了，哎呀，我做个什么事儿，自己都不努力，谈什么人脉啊？这家教哪儿去了？一个大学在读的一个女生，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就算跟别人调笑，你可以转身就走，怎么会把那个苹果和水果咔就摔在机器上，摔在这个脸上了呢？短视频和电视剧看多了吧？那是桥段需要。现实生活里只有泼妇才那么做呀，正常女性不会的，更何况你还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吵完架以后往车上去，电视剧的桥段啊，你们是谈恋爱的吗？米娜老师有感而发，无聊，不是生非，无中生有，就这个事儿吗？回到正常的生活里来，该考研的考研，该毕业的毕业，所以两位，该分手分手。该干嘛干嘛，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两年来，虽然咱们有过很多的矛盾，也有过为互相的付出，能不能走下去，我觉得我们两个都需要互相的改变。两年多了，也经历了一系列的矛盾，然后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但是我们毕竟已经在一起两年了，我们还是考虑一下吧，互相各自考虑一下。谢谢两位啊，请回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预测一下吧，吴红兄。
女生从前面的不许分到真情六十秒的考虑一下，我认为这是进步、嗯、但两个人分手对谁都有好，男不出女出。叶文老师，嗯，我想应该也是这样的吧。啊，男不出女出是吧？对，女孩不舍得啊。山娜老师，我觉得他俩都不会出来啊。米娜老师，其实我跟莎娜想的一样，我也觉得两人不会出来了，但至于这个手要不要分呢，随便。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来来来来，来吧，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